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奇才艺能，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，他就等于一无所有。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，所博得的赞美声中，才可以认识它本身的价值。莎士比亚《爱的力量》是和平，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，它能使一切恐惧、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，但思想却使其中有所不同。莎士比亚